以童星身份出道，20岁女星柴蔚，过去因在《步步惊心》中饰演陈欢格格而广受大众喜爱，后来也曾参与《明月传》的演出，机灵可爱的模样十分讨喜，精湛演技甚至获得导演大赞，能在10秒内落泪，可见她在演技方面是相当的有天分。长大后的柴蔚有着甜美脸蛋、魔鬼身材，也不时透过社群分享私下各种穿搭照，吸引大批网友关注，大赞她从小美到大。最近她公布了录取北京电影学院的喜讯，并附上参加专业考试的成绩单，可以看见她在全国考生中获得了第7名的优异成绩。由于该校被称为明星摇篮，黄晓明、刘亦菲、杨幂等人都是该校校友，因此不少粉丝纷纷留言祝贺她考入理想中的学校。